所有我希望在这儿告诉所有的那些朋友，包括全世界、欧洲和日本的爱好和平的人，一定要相信我说的话：黑夜即将到来，一定要做好准备。黑夜来自中国到过这个黑夜即将到来，要弥漫到世界和西方的文明世界。我们每个人都要做，大家做好准备。God bless America. God bless everybody. Thank you.